写我会打篮球啊，其实小时候打过篮球，但是很小很小，就是国小的时候跟朋友玩，那就真的很烂的那种啊。然后后来我就去跳舞，就没再碰过篮球了。谁知道又碰到了，又碰到了。连蒋姐姐这样，他太厉害了啦，他真的很厉害啊。真的假的？哇！夸他一下，他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蛮帅的，其他时候就一般。就篮球真的是这辈子都不想碰的东西。不是打不好，是根本不是打。你真的刚刚很烂，好挫折。我主，你看我现在忧郁到一个不行。因为打不好很忧郁。不会啊，真的不会啊。那你觉得不会好吗？你说你眼里会觉得我好而已，你觉得好恶心啊，自己讲完都不舒服。你这是戏里面有了剧本吗？对，哎。他跟一堆男生搞在一起，干嘛要偷录他、啊？回去找他算账，收证的过程，我会站在后面这样啊。没有，你要当其中一个女生。好帅啊！我不要，好帅啊！你让他注意一点，多讨好我，这样我就跟人家跑。啊，你被中草莓，过敏，过敏，超像草莓。是哦。真的是过敏。来，好了，布先再帮我退哦，七点位再帮我退，再来，年轻人都会玩，再退一点。哪里啊？脸红啊！就这种昨天小心一点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红。昨天就说不要那么大声，然后没事，烦死了，害我被全场看笑吗？导演，我发现吗？先来。对哎哎哎哎哎